目前我们正按照原定计划稳步推进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。企业商业展方面，签约面积已超过规划面积的75%，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已超过250家。国家综合展为参展国搭建线上展示平台，多形式灵活展示参展国综合形象，推介贸易、投资、产业等领域情况。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启动，已有多国确认参展。